我们今天来到 7-Eleven 打宝可梦。然后今天是什么？来捡二蛋出来。哇，没想到刚好碰到。嗯，这一代有救急耐克洛兹玛，然后它就两救急耐克洛兹玛就是耐克洛兹玛跟索尔加流合体环环之中，然后跟莱西拉姆合体，忘记名字了。然后他们两个合，还有救急爆发合体，救急爆发合体就会变成那，对，所以，那我们就看看等一下会不会拿到什么好卡。Legend 第二弹，哇，这就是那个耐克洛兹玛加索尔加雷欧，对不对？好可爱，什么鬼东西？智慧耶！我们来看，太可爱了，哇哇，很帅哦！我太阳一步是看完旁边的，太阳一步四星耶！啊，我比 Legend 一弹有好多一步，有雷一步、水一步。然后火衣服，然后自己有太阳衣服。草喷希望，草喷希望，草喷希望。应该是一二型的，但是一二型我们现在都没有，所以都是小草。没关系呀、啊。它是什么？它还有小 penguin 也很可爱。那好像是 owl 跟 penguin。鸭嘴火兽。来，给我。电极怪，电插头的那个，那他们应该要对。那我们先看一下要对什么啊？他们，你现在还不知道啊？哦，幽灵，幽灵，幽灵，妹妹，幽灵的。这个，地面嘛，对不对？要手电筒吗？资源宝可梦卡。不知道他们今年经验会是什么？资源宝可梦。来。我问的他们。没有。我希望海贝都是。这一。等一下。加油。到补货时间了。跳一跳。啊。不知道啊，每一种球都有可能有机会。假如他摇四下的话，那就代表他抓到了。或者是那个球太强，他摇一下、两下、三下都。那不过呢？这是什么鬼东西？太阳衣服，超能力跟超梦一样。哇！都长得好好笑哦，地面跟那个派，我要找一下，所以你是北海那种没有拿掉。跟闪电鸟，拍子五行比较快。
狐狸。你看它怎么咬你？没汤匙，我要继续这个。哇，他们是在地下室吗？现在就是攻击时刻。哦、这个叫什么？电击波。狐狸跟电击兽。我觉得假如它是的话，我应该有用。哎，没有，应该没有反击机会。我们来看它怎么用汤匙打。它是用 secret boss。嗯。精神强眼。嗯、怎么？哎，它跟太阳一不一样？哦，他既然可以把你的中野狼人这样生气气，选择一只狐狸，狐狸，狐狐狸，那个玩具总动员的狐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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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什么？看有什么？哦，都是小的，应该会有三星或二星。我觉得有三星，没有。这只，哎，这个超语什么？随便妹妹决定。哈克龙。哈克。Nice name. I want you. 你要用二星哦。对啊。哦，好。反正都是你。你怎么知道？狐狸。狐狸。还有。就是他们两个，第二场，看有没有新的。这是口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十丸子，这是两只二星的。泡沫光线，所以这是花样孩子，花样海狮跟鸭嘴火兽。这么随便吗？看看呢、啊，那我们等下打完这个总结好了。好，今天卡没有很好，所以我们就收手。改运。好，那我们明天再来看有没有好一点。过去。来，今天有什么收获？好。今天就打到 这四只，嗯，叫什么呢？嗯，就是太阳一步，然后鸭嘴火兽跟狐狸跟哈克龙。好，那我们就收工回家。嗯，今天卡没有很好。好 ，OK， 好，那明天再试试看，拜拜。拜拜。好。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耶、yeah! ！